伴侣，我是妹子啊。安安，我们吃完饭回来要继续打了。我现在要做的大概就是想要附魔吧。我这一把暗直剑，我想要给他附雷呀、啊，雷鼠的伤害。我不知道附雷鼠的伤害好不好，不确定，就试试看。真的不好就很尴尬啦，就很尴尬啦。不过应该还是可以打啦。不管啦。这是个问题。交出于禁的老者于禁。好的，我是勇士。好好好好好。暗直剑。祝福宝石啊。我先弄点灵魂啊，我没灵魂了、啊、死光光了。卖一个女人的银魂，十二个应该够了，一万就好。好吧，我付雷电了，不管了。我原本应该是要付熟练会比较好，但是付雷电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确定效果好不好。因为这样伤害降很多啊。其实游魂宝石感觉比较好，算一下哦。220加200是420，再加上去变460十几。基本基础伤害是提高没错啦，血宝石。听说王是怕弱，他是弱出血。但是我觉得雷电宝石说不定有机会、啊。好吧，试试看吧。真的爆炸再看看啦。好了，傅雷电，不知道好不好打啦，试试看吧。哎呦！打完就收台。好，咱们继续推怪推王啦。附了一个雷电，我应该会比较好打才对啊。照理来说啦，不确定啊，我说不定没有比较好打。我觉得好像没有比较好打、欸。哎呀，干！我痛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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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！哎呦！干！后面，这里。哎，我觉得傅雷燕超难打哎。我觉得变难打了，尴尬了。之前没这么难打。对，变难打了。这个会世界跟一代的会世界应该是，我觉得应该有关联，不一定是同一个，但是一定有关联。
怎么被秒杀了 ？What？ 哎，我觉得附魔雷电之后超级难用哎、欸。我等下如果真的不行，我就把它附魔拆掉就好了。我觉得这附魔的雷电伤害没有比较好。哎呦，看痛！真的啊，我觉得伤害变低耶、欸，真的。伤害真的变低啊！我真的，哎、欸，这边，伤害变好低啊！啊，算了，有打赢就好。第二阶段，看见也受伤，还是我操！他！哎，他把碗里面倒出来啊！哎，我觉得附魔雷之后变好难打哦，不行。我回去把雷拆掉了，超难打，我真的觉得伤害比较低。笑欸，安安 ，Andy 14723，不行，我把我决定把这个雷那个附魔雷给拆掉了，太弱智。直变，黑雷电，然后不是，还没解啊？该不会还没有那个余烬给他，然后没办法拆，操，不能拆啊！这下尴尬了，这下尴尬了，安息啊！尴尬了。尴尬啦！叽叽，算了，把盾牌强化一下，说不定可以。Pretty, be careful. I don't want to see. 这个可以强化吗？我看一下。
他撒的那个该不会是我们一代我们收集很久的那个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玩一代啊，所以很多可能你讲的我可能不懂。强化武器的盾牌，为什么不能强化武器？哦，是魂不够是不是？有啦，有魂啦，有魂。再弄些魂过来。卖出卖出，买魂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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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Passion one， 七千好像有点少哎，等一下，卖出，再卖个两，卖个一万好了。Passion， 安安。That is good money。强化武器的盾牌。要九个啊！啊，真的是神经病啊！没那么多个啊！啊，算了，青菜，青菜。Pretty big。青菜。基本上我装这个只是为了增加那个我的持续力的回复力而已啊。好，再来一次吧。我现在不能把我的雷电撤掉，有点尴尬。哎呀，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啊！这 DLC 啊，说虐不虐，说虐还蛮虐的。这个 BOSS 三条命真的是，重点是我不小心把武器附魔雷。感觉好像打起来没那么舒服。哎呀！对啊，伤害少很多啊！现在应该要半血，他还没半血。少200滴的伤害啊！少好多、哦，这是最终 BOSS 哎，对，不捏火，等下再捏啊，不急啊。第三阶段我才会捏吧，万一前面死了就尴尬啦、啊，所以通常省点火、啊。伤害超低啊！干，早就该死了，还没死。
干死了！哦，我觉得伤害好低哦。干这把烂剑！干这把烂剑！怎么办？有没有那个什么石头的，可以把它还回去的？我记得有一个啊，叫做丧尸石的东西啊，这个使用不能使用啊！啊！我想要丧尸回去啊！等下如果真的不行，我就要去找一下那个鱼镜在哪里了，然后拿给那个铁匠，我才能做这个丧尸石啊！不然这把武器我觉得要引有点难度啊！早知道不要附魔雷电了，伤害低200，每一刀都低200，砍5刀就低1000，这怎么打？你告诉我。不是，我找铁匠，但是没有那个选项，你知道吗？这也是没有那个选项。我在想，是不是因为还没有给他鱼镜，某个鱼镜他才能那个使用某个技术这样子，尴尬。这个伤害少超多的，不是我在说。真的有差，伤害差好多。哎，怎么这样子？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啊！哎，尴尬。真的是尴尬啦！谁知道会打多久呢？这把刀现在附魔雷电，害我还有点尴尬。这个伤害少了超多啊，难度又增加了。啊哈哈！操，我刀子短了一下。
啊！师傅，不行，我要把这个刀换掉，不行，我受不了了。让我给我一点时间，我要去弄一下东西。受不了了，操！伤害少太多了啦，这是暴少一顿欸。哎。丧尸石的话，是不是需要某个灰烬才行啊？假设我先回去看看。可以直接用吗？我看看。老头，我想要直变武器，我想要让它恢复原状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像不行欸，干，能不能只能直变成另外的东西吗？好吧，那我去刷一下，我直接把它变熟练好了。哦，我现在想到一个方法，我直接去打人，打一个熟练宝石，把它炼成熟练就好了。可是我现在重点不是二阶啊，我现在重点是一阶跟三阶比较难打，二阶我觉得还好啊。等一下齁，我看一下哦，传送一下，我去刷一下，简单刷一根烟就有了。看一下，那个是叫做。冷冽的舞娘，我去刷一下，刷个熟练宝石。哎，是在这里吧？啊，不是，不要，不要戳我，戳屁啊！看，一群没气。哎，是这里吧？这里，上面这边会有一只骑士，打这个，这个就会掉熟练的。掉吗？没掉熟练。吃饱回来居然已开24分钟，然后24分钟什么都还没推掉。好，让我刷一下，我刷一颗熟练宝石，然后把这把剑变成熟练，就很好打了。没掉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真的很久不见，两个礼拜了吧？嘿，刷刷看。哇，好像很厉害呢！掉，干没掉？哎，没有啊！先让我刷一个熟练宝石好不好？这是为了过关啊！好打王，你知道那个差很多吗？你多挥那2000的伤害，可能就是决定一个胜败。有时候就差那一点点伤害，哎。所以，稍等一下。
我一定要刷出熟练宝石。掉，看没掉。垃圾，我告诉你，是这只王不怕闪电，好不好？其实我附魔出血，说不定也可以打，你知道吗？附魔出血，说不定也不错。哎，喝了七点哦。没掉啊！掉一堆装备冲他小，我要熟练宝石。这边是不是有一只啊？这只会掉吗？哦，这好像会掉。哎，不会，这只不是。哎，太过分！二打一啊，不太过分啊。好像不会掉哎、欸，你裸体打完给我看，你打给我看，那个只要被摸到就死了吧？裸体打完、欸，开玩笑，我换另外一把武器啊，这把武器太挥太慢，这把直接把它秒掉比较实在。两刀都把你解决，没掉啊！哎，熟练宝石有这么难打吗？我记得没那么难打、啊。奇怪了，哎、欸，又不掉！你说的裸体打王是实况组裸体打王是吧？啊，新理解。我假如我刷到8:15都没出来，我就不抓了，我他妈就在附魔另外一个出血算了。啊！挥空了，挥空了！掉了，没有掉！你走开，没掉啊！一个半小时就可以破关，哼！没关系啊，我已经破到现在了，我差一只王而已，就差一条王而已。就要结束了，可以的啊！他就是不掉哎、欸。哪这么难掉啊？掉！哎、欸、哎、
实况组裸体，靠！不好意思啊，女的你就会兴奋的啊！这个实况组是女的，而且还裸体在玩，哇，好像很兴奋。掉不掉？你掉一把大剑干嘛？靠！哎、欸，不掉哎、欸，不掉手链宝石就。现在是要逼我用出血打就对了。出血会比雷电强吗？好像不会啊。哎、欸，掉了一堆东西，然后什么都没有。干，掉了一堆东西，什么都没有啊！几分了？8.06了。好，再四分钟，再四分钟，四分钟没有我就不刷了。一个熟练宝石弄不出来，没道理啊。会啦，我的这一把，我这一把现在这个你有看到啊？这个就是熟练啊，这个是熟练宝石啊。哎呀，熟练宝石就是在这边打到的啊，就这一只啊，机甲，掉起机甲，那它就不掉，我也不能怎样。他就是不掉，他就是不掉。他真的不掉，他真的不会掉哎、欸，酷酷哦！会掉吗？我也开始不禁这样问自己：真的会掉吗？真的会掉吗？哎、欸，那时候打两次就掉了、欸，这次竟然打那么久没掉。掉，没有，几分了？九分了。最后一场，最后一趟，这一趟没有就回家了。给个好不好，兄弟？给个。啊！冲啊！冲啊！啊！什么都没有。操你妈！什么都没有。好吧，算了算了。
哎，有时候越想得到越得不到。明明数据是一样的，好吧？我觉得呢，这个就是有，这就是人之常情，人之常情。好吧，老爹，那就帮我变个这个，把它变一下吧。附魔其他的，看一下什么东西可以附的。血剑宝石是不是这个出血的嘛？攻击力变成170加155。我觉得能力变烂就是了。游魂宝石，黑暗剑，可以变回去，可以耶！啊，早说嘛，原来是要把武器卸下来，啊，早说嘛，真的是。可是变这个比较强吗？这个，抵抗力会变弱，但是攻击力变高。我们还是先上狮石就好了，还是我们用个这个血黑暗剑试试看，真的不行，我们再把它卸下来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聪明，好的。好久没看台了，你不是已经被关很久了吗？好的，我们现在用一个出血的，可是攻击有点低，就是了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。不行，我再把它卸掉。黑暗剑 CP 值高啊，而且我觉得这一关用黑暗剑比大剑好用一点，是因为它挥比较快啊。你挥的刀刺多，而且命中率高啊！追忆之王他的那个移动速度太快，伤害太高，所以我觉得你刀要出的快，要出的够快。哎呦，有，伤害真比较高，高多啦！哎，我防不住，为什么？哦呦，靠哟！这边。哎，我砍到你了，你还可以出招？哎，不太妙啊！刀两刀三刀四刀五刀死了哦，在第二只王。不要这样子嘛！像也受伤，哎，真是！啊，看，有要直播刀剑吗？等我把 PS4 买了再说。会买，一定会买。干失误了，我一个翻滚没有翻好啊！再一次，小失误。哎小，
哎、欸，左边，左边，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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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边。哎、欸，抓到你了哦！啊！被破防了。后面，后面。赢了。OK。好好好。哎！啊！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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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修嘞！干！干干死我！该把盾牌收起来。难怪有人干，怎么那个气力回那么慢？等你的 fact 中哦。会买啊？我觉得小台的现在很便宜啊，可以入手。浪费一个。啊，余火了，剩六个了，尴尬喽！今天打得完吗？已经开一个小时嘞，一点一点也非常有意外啊，尴尬。啊！啊！啊！失误了，怎么这样子？大大的失误！哎，真的是不顺手，不顺手，奇怪了。我刚出门前明明都很顺手的，结果现在一换一回来就不顺手了。等下晚点洗澡，可能还要停水，哇，真是尴尬。失手，失手！好了，
空挥。看，走错边。啊，走错边。没有比较好用啊，什么出血，出血没有比较好用啊，啊、哦、哎，奇怪了，好像没有比较好用，哎，我怎么觉得 A 起来那个伤害跟我出门前 A 起来不太一样啊。好歹也预备动作一下吧！哎、欸，要死要死要死！后面，哦，好的，第二阶段。哎呦哎呀！啊，没有翻到。啊，要死要死！翻抽边啊！浪费浪费一瓶血。啊！雨季雨季雨季！哎，越火越火越火！直接捏火，直接捏火了，跟你一赌一样。
有啊，第三阶段，好啊。嘘，我觉得原本的剑比较好用，说真的。哎呦，靠呗！走啊！啊！哎呦，后面哇，被挥到了。好，你想看视讯镜头？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开视讯镜头吗？因为会那个，我的显卡加我的 CPU 没办法同时驱动这个游戏的特效，再加上视讯镜头，哎。会那个。不要补血，妈的！哎，被秒了啊！看不到了。PS4 的前程现在就会显卡了，聪明，聪明。很聪明，很聪明。你为什么不干脆说，全部省下来就可以开更好的 CPU 跟那个显卡？
GPU、CPU 都可以换的，哎，真的是啊，大意了。基本上要让他们两个分开会比较好打。这样也中，好，第二阶段。怎么这样子？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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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出事？奇怪了，我等一下觉得可能把刀子换回去会比较好啊。不要太迷信这种直变的东西啊。没有贪刀，是那个本来就要狂挥才会痛，好不好？没有贪刀的问题啊。你只要出刀比他快就赢了，懂吗？摸到哈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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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库。范围太大了，快点！
八瓶水占最后一次网。来吧，往上空中飞！哎呦呀，哇不啦！啊！超帅！干透！被勾到了。啊！超帅！不！不行，我要把这把刀换掉了。这个出血刀我觉得有用，有屁用啊！没有用，这个一定有问题。跟你讲，这个出血刀我觉得没有比较好用，真的。换，我决定舍弃它了。我要从没有质变的开始。啊，打不赢啊，尴尬！啊，不会吧 ？Pretty, be careful. 好，决定了，我不要出血宝石了。没有，没有钱啊！等一下 ，Pretty, be careful. 1550块。那是一个属性啊，不是他们有没有血啊，是他们一个属性啊。还是我们换强一点的武器，换一个叫做游魂宝石的，哎，攻击力更高，然后格挡力更差一点点。好，就换这个好了。哎，我们先换游魂宝石，哎，攻击力比原本的更高哦，这样还打不赢，我这就 有问题了，哎。原本是要熟练宝石啦，但是熟练宝石刚才刷了大概快20分钟打不到啊。来吧，我的鱼火剩四个啦，看来没办法啦。开门送好礼！哎呦，爆炸！哎，又中了！屁呀、啊，怎么这样子？这样很衰。
OK， 第二章节。呜、欸！最好是开场就吐火啦，不是吧？攻击比较高，真的好打很多啊！啊，重点是，怎么会有人一开场吐火、啊？哎，说好的用爬的撞过来呢？好，换装备，换个硬一点的衣服。负重应该还好啦，40应该还是可以翻的，啊，翻得起来，翻得起来。换多一点的隔挡伤害应该会比较好一点。哎呀，没有找到他。好的，下一只王，来吧。都死了还可以对我造成伤害，这个 bug 啊 ！bug 来了，第三阶段。呜、哦。哎呦，干！这样不能防啊！
啊！快免于火啦！啊！好烦哦！啊！怎么这么难打啊？余火剩三个了，好吧，看来要没余火啦，只好靠自己啦。哦，没有，你翻滚没有翻好，受到太多伤害，我宁可用盾挡，真的，盾挡其实比较安全，没骗你。想收刀也来不及了。先冲过去偷看他几刀，然后瞬间跑走，看好了。跑！好像没有，好像没办法偷刀哎、欸。呜干将也中，哎，
我的渔火！哎，太会追了吧！他连追，连用三次追我，哎，我连补血都没办法补，哎。妈的，深渊的监视者也没这么 gay 好不好？太 gay 了！越火越火，靠！再来！哦，我眼睛已经有点痛了。干，没有挡到那妖大招。没有挡到那大招啊！我没有找到他的踪影啊！没有没有没有，十二瓶水不 OK， 真的很难，真的没骗你。没有，那不是贪刀不贪刀的问题，你有时候多挥几刀可以断他的技，你知道吗？这只王有硬值。就是你可以，你他没有霸体，他可以格挡。结束了，一二三，
OK， 再来。哎，神经病才会想要盾反他嘞，太可怕了吧！哇、哦，要来要来了，星爆气流斩，巴拉！逃不掉啊！逃不掉啊！逃不掉啊！完全逃不掉哎、欸！看太扯了！哇！下次要直接解除锁定直接跑了。可是我觉得解除锁定跑了超级没安全感哎、欸！哎呀，好难打啊！几点了？已经打一个半小时了。哦，怎么这么难打？哦，御牙天冲一发，没错啊，一发。啊，跑太慢！一二三四，赢了！啊，死冰水，死冰水！哎，修女嘞，修女嘞！小女，在这，哦不，远离他，远离他。
干笑。啊！又不给我机会喝水，欸，给我机会喝水一下会死哦。啊！怎么这么难打啊？看两阶段伤害的重，我做一个渔火捏一下好了，拼拼看，拼了拼了，做一个渔火就当做纪念吧，剩下再也没有机会了，这是仅存的一场了，来吧，拼了。哎，这样也中。
Yes! Ah! Yes! Yes! Oh! Madre!然后嘞，然后嘞，哦，走出去跟修女讲话，哎，修女不见了，哦，终于打赢嘞，好爽，好有成就感啊。哎，啊，再来就没东西了。感谢。然后呢？然后多了一个肉便器靠背哦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啊，这边没有任何的东西，是要出去吧？我看看。然后。没有任何的反应，然后呢？哎啊，然后呢？弗利德修女，然后到雪原吗？这要干嘛？再来要干嘛？还是这样就结束了？没有一个结局是不是？没了？啊，总有一个 ending 吧？还是就没了？哎、欸，啊，然后咧，然后我也不知道然后。然后有人知道要干嘛吗？是要去找谁吗？之类的吗？这边也没东西啦，可以跟阿伯买。没有没有，我说修女打完有没有其他的？还有没有其他那个要对话的？还是就没了？没有要对话的了吗？我记得有一个要对话啦，不是吗？鸭村这边是不是？对吧？打完就没了吗？我看一下哦。还是回去那个教堂，然后跟他讲话。我看一下哦，回去那个教堂跟他讲话看看。静幽小教会，
哎、欸，不见了、欸，不见了，那个 DLC 那个人物不见了，所以嘞，就没了、哦。哎、欸，不对吧？还有一个剧情吧？还是没了？就叫没了、哦？怎么有点空虚啊？那大概是没了吧，就这样子吧。OK， 那我看一下可以买什么东西。阿伯，啊，好。可以买古达铠甲。哇，你有王冠？哎，有修女长裤是不是？是这个吗？修女长裙，修女风帽。不对啊，哪是这个？感觉是没了、欸，那应该就没了吧。然后因为我的这个打完星广了，我这边已经没有东西，没办法那个了，没办法做武器了。不然我还蛮想做看的，这已经走掉了，不能做武器了。叽叽。Hello, I bless him.Ashen one for the length. Ashen one. 好，那大概就这样子吧，应该没有了。嗯，剧情应该就这样子了吧？没了吧？我上网看一下哦。稍等一下，我确定一下。我挂了，我挂了。哎、欸，不是只有一只吗？那一只要打。黑暗灵魂山 DLC。好像就没了哎、欸。掉下来了。不手套。对啊，似乎就没了。屁啦！好啦好啦，我看一下他们说的那一个是什么东西。这个叫做不死禁忌。我看一下，一对一战斗，直到对方倒下为止，无法使用元素瓶，元素瓶仅能恢复固定次数。哦哦，我了解意思，名誉战斗嘛。好、哦、好，那就这样子啦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次的《黑暗灵魂三》DLC《艾雷德尔之境》这个 DLC 就实况到这边了。那感谢各位的收看啦。好，那预计 PS4 大概年底前会买啊，《刀剑神域》应该也会实况。对，好，那就先这样子啦。我来去做影片啦。学校已经要推影片了。好了。哎，那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